今天我请来我的这个既是朋友啊，这也是应该说是这个这个数字经济和数字金融，也是这个货币金融吧？专家了。嗯、我想今天呢，我们首先。 从现在啊，嗯，最热点的，就是中国大陆啊，这个已经在试点，啊，叫 DCEP 这个数字货币，啊，央行要发的数字货币，是啊，那么现在呢，原来人们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现在的各种说法都有，是，对吧？而且呢，现在好像人们开始很紧张了。 你是这方面专家了，就想请你说说这个这个中国大陆啊，就正在试点的这个数字货币到底什么东西吧？啊，因为数字货币的涵盖范围很广啊。对，我们可以说你现在的货币说是这个电子化，你也可以说它是数字化。对，啊。 然后你说这个用这个比特币这样的完全在比特链上面的这这种上面的跑的这个就记录的账本上面的这个货币，它也是被叫做数字货币啊啊，在凡是区块链上面，不管是这个去中心化的啊，还是这个供链。 还是所谓策略，什么主链啊，反正名称很多，画头也很多啊。那总的来讲，是在这个用区块链的这种账本模式，嗯、这个记账的，这个也叫数字货币。当然来讲呢，这个有个定义叫加密货币啊。那么像中国大陆这个这个 DCEP 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数字货币？ 那么我想这个呢，你给大家阐述、阐述好、好，另外这个名字呢，这个缀儿呢，好像有点长，D C E P 撇，D C 撇 E P 哈、啊。那 D C 呢，指的是数字货币了啊。那当然，数字货币呢，呃，从中央银行角度就叫做 C B D C 啊，C B 呢就是中央银行简称啊，D C 呢就是数字货币。 那没有 CB 的单纯的 DC，那就是另外一个部分，就是非中央银行的部分在在讲。EP 指的是呃电子支付的这一块啊。那为什么说又是 DC 又是 EP 呢？啊、呃，它是个衔接的问题。我们去想象一下，它是个衔接问题。这这个我想，呃，中国人很容易搞懂，因为我们的这个货币使用的一个经验是这样。 比如我们说使用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的时候啊，它是一种数字支付了，数字支付的手段了。那么开始的时候，很多的机构是没有的，不能接收的啊，特别是公司啊或者政府有关部门，我我我收不了支付宝和微信收不了。那么之后呢，他就放了一个端口，放了个二维码啊，你扫他或他扫你，他开始收了。他收的时候呢，表面上是两者是通的，其实呢。 作为他收款的那一方呢，他是个 EP，哈、啊，它不是不是一个数字的这个这个那个呃支付的一个过程啊，它是它是一个收款过程，它是不是数字的收款呢？也不是，它只是一个端口，这个端口我给你接上了，你付我收，收完了以后我走的这个路线呢？ 还是既有的这个呃银行路线，还是到银行去结算去？对，还是到银行去结算。至少我收款的这一段是类似什么呢？类似于刷卡啊，刷卡呢，那就刷卡是一个也是一个端口，把指令刷进来，和我现在把数字一个指令刷进来是一样的，没没没有大的差别。那么如果是说呢，呃，你没有 EP 的这一段，那毫无疑问，你就好多的机构就限定了。 而且它的使用范围是是很窄的，所以我们其实应该很比较好理解。那能不能全通呢？那就是要看 DCEP 有没有这个这个呃公司的或者是政府的，它有没有这个相应的这个钱包，叫数字钱包，它有没有相应？听说是有的啊，呃，就是说是是是有的。那有的话呢，那它就流程就不一样了，就它既可以收又可以支了，它就这个。 个人的这个数字钱包和公司的数字钱包基本就是一样了。当然，当然，公司钱包推出之后还有很多问题，一步一步要再要再完善了。所以它呢就变成这样一个情况，叫 DCEP，是是这个情况。比如我们说这个呃，数字币和电子币有没有区别？区别是有的。呃，区别有的时候，我个人你可能是感觉不到。我拿拿手机和刷卡好像问题不是特别大啊。我我。 同时，卡有手机好像或者刷一下或扫一下，我自己感觉不大。搭的是收款的过程不一样。收款的时候呢，卡是走的后面的一条线了，啊，那么那个数字币就不是了，啊，那比如说你在个人对个人，现在这个很好理解了，后面那条线是没有的，啊，刷卡呢不是实时支付的，算这个钱到账，那是后台的程序是不一样的。 电子币呢，还是走的银行的这个系统、财务啊、会计这个流程是这样做的。数字币是全额实时的，全额实时的发生的，它是在同一个系统内同时记账，它没有一个从我这儿到你这儿这个这样一个过程，这是个想象出来的。就是说我记减，你记加，是同时记的啊，所以它是全额实时发生的。 全额实时发生这个系统以前有没有呢？有的，哎，现在还在运行，还是挺主要的。但是它是中央银行系统下做的，啊，那么比如说那美联储的这个这个 Fed w a r e 它是这样，它的这个成员呢，加入的成员呢是银行机构为主导的，啊，不不不遍及个人啊，商户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个是在电子系统下做账可以做到的，那现在个人都可以了，我们几个人这一圈子就可以。 就是一个这个 R T G S 了，这是数字带来的。你电子是带不来，电子是到不了个人，所以这个数字化呢是可以触达到，逻辑上是任何一个人、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啊都可以全覆盖的。这就使得你原有的银行系统做不到了。原有的银行系统核心是一个柜台系统，所以我们需要。 呃 counter 这个,这个柜台办账的啊，那么电子化以后呢，这个柜台是可以撤掉了，我们不用面对面了，但是那个流程还是个柜台式的流程啊，这个是没有改变，甚至可能悲观一点看是无法改变的，就是前台后台都是跑不了，对前中后那一套，所以你个人有的时候我们没感觉，我到酒店里头我去。 刷一个数字支付还是刷个卡，我好像没什么差别。他后面就一大堆差别。那你你能感觉到的，因为他要等到银行确认嘛，<laughs> 实际上他还是要通过这个后面通过银行来来清算的呀。对，您问到一个关键的问题了，它、嗯、实质上是两层账户体系。对呀、啊，两层账户体系，银行是银行的钱的一层账户体系。 数字支付是数字支付的一层账户体系。我们简单的说，一层是银行账户，一层是数字账户。那这个事情呢，在以往是根本没有发生的。那么，在这个银行账户体系之外，要造一套账户体系呢，很困难。不是不能说没人想过、想过、搞过，就但是最终是嗯都不成的吧。那么，整个经济体系呢，是建立在这运行是建立在银行账户体系的之上的。 那各种各种各样的这个业务都是要基于这个银行账户的，那么政府有的是政府的直接的管制要求是必须的，所以整个的经济是建立在银行账户系统之上的。那么在这个账户系统之外，以往是没有账户的，没有账户系统的，啊，这个不是说想有就有的，这个是很很很啰嗦的，很啰嗦的事情。那么我们去看美国的那个 Costco 这样的机构呢，就会去申请。 我去拿，我要自己发卡算了啊！我告诉客户，你就你在我的卡上结算吧，啊，嗯、哎，我也不要你的钱，这货我在我这儿，我帮你们对个账而已吧、啊。那他就申请牌照呢，去发卡、哎，也叫信用卡啊，类似的卡。这个呢，这个算什么呢？就监管当局就给他算算第三方支付，OK，就算第三方支付，就发了一个牌照。那第三方支付这个牌照呢？ 算是一个类银行牌照，就是你的这个卡呀、啊、和账户啊，跟这个银行账户是基本没差别的，至少在监管者这个眼中来看是没有差别的。你的会计流程、操作、记账方式等等没差别的，是吧？那么在中国呢，我们说回来呢，中国的电商的这个发展呢，在这个环节上啊，它就钱要经过嘛，经过这个电商平台之后。 他就变，他必必然要办一个支付，转付支付，那就要拿一个牌照，那他也比照这个就拿了一个这个呃第三方支付牌照啊，那这个牌照呢，跟以往的跟 Costco 之类的就不同了，啊，Costco 是一个银行的牌照，那这个牌照支下来的那个账户系统是一个数字账户系统，不是银行账户系统，所以呢，那。 我是挂的招商银行的来充值，充值到我的这个微信和支付宝上，然后做了很多的交易，但招商银行不知道的，招商银行不可能知道的啊！我一万块钱充值过去，做了多少笔啊？最后结余是多少？他也不知道，所以这个就带来了很多这个新的问题和新的冲击。他怎么能不知道呢？ 他最后，他这个账户还是真正的账户，他是在银行账户上。是你比如讲，我记得香港，香港用的很普遍的这种八达通，对吧？对。呃，我达通我坐坐地铁，我这个、啊、这个碰一下啊。对。但是，这个我给了他们两块钱，给了、啊、给了给了,给了地铁公司了。对,对。地铁我收到了，至少他等于收到了一个，叫这我这个人的一个，是的。付给他的这么一个两块钱的账。 是的，但这时候他并没这个钱，哎、他这个钱要是银行，对对不对？比如说三 e n 我你你大家出完资，<吧>会也到我这来买，然后收到很多单子，那我拿这个单子以后呢，嗯、我们简单这样打比方说了，这个单子我要去管银行要钱嘛，我付他货了，<对>我付你货了嘛，对吧？付了这个两千块钱嘛，用八大桶买掉的货嘛，我到银行需要去拿两千港币进来嘛，那银行会说你什么什么样的单子，咱俩是是怎么一笔一笔的一个情况。 这个是肯定的，这是散的，这不是账户行为，就不是充值的部分、电子的部分，你是完全不知道的。然后呢，你也其实像这种情况，你也不知道是谁用了这张卡做的一些行为啊，类似更细节的一些东西，也是不知道，你也没办法干预嘛。那么，那么这里还有一个很很必然的条件，就是说我这个三 v e 文这个店要去你那里，或者这个 Pacific Coffee 他要去你那里。 啊，去银行去报的时候，你要核对这个信息，你不是账户式的核呀，啊，你账户式的核还是做不到嘛，你只是说跟各个商家对单嘛，很完很曲折的这个路线，你才能知道，啊，你一共是这个月用八大通做了几笔消费和什么情况，那海量的单子里头去找嘛，是，所以至少它是呃间接的，当然我们这个比喻呢是有一点差异了。 这个，因为它这个之前至多是到了个电子充值卡嘛，到了这个我们大家熟悉的这个微信支付和支付宝支付的情况，就就应该说就完全不是完全不是这样一个情况了。因为支付宝和微信，它是不会去到，它不是充值了，你转两千块钱到支付宝、到微信的账户里嘛，转了以后，你的两千块钱怎么消费，我是不需要给银行单子的，这个钱已经。 我落袋为安了，那你说我们用了啊？你要从这个两千一分钱没花要提走，我提给你就是了。银行会看到说你充了两千，提走了两千，这个他会看到的，提现提走了。但是你这个两千还是还是不是最初的那个两千？你可能有花有有进啊，最后余额是一样的啊，也可能一次性没动，也可能都花掉了，是回来别人给你的。 补进来的两千，你只是一个余额的嘛，其他的那个交易的情况是是不知道的。那我这个数字支付平台和公司呢，我也没有必要、没有义务去把每一位客户消费的情况去报给银行机构，而且我这样报的时候会涉嫌出卖客户信息、出卖客户隐私。那么还有一个复杂的情况是呢？ 如果我支付宝账户呢是一对一的还好，好微信账号，我只是从招商银行充值过来，我没有别的银行绑定哈，那只牵扯到一家银行。那么如果我微信的支付是绑了五家银行，每家银行进来一千块，然后进来五千以后，我马上消费了两千，谁能告诉我这两千是哪家银行的？也没法判定。就是每一个用户他不一定。 对他的信息不需要给银行，对,对他的每个用户的信息不需要给银行。对微信呢，就数字支付商呢，也不会把每一个客户的信息给银行，对吧？因为我说了，这个信息你没法，已经没法拆解了，没法拆解，因为钱是混在几家银行混在一个数字支付账户里用的嘛，它已经没法拆解，不不好给。即便是一对一的一个数字支付账户对一个银行账户。 即便银行提出要求来，这个数字支付商也是拒绝的嘛啊，OK。那么数字支付商本身的这个那个情况，资金的这个情况，呃，那银行本身是清楚的嘛？我我在你这里有一个账户，我的客户在你这里也开有业银行也开有账户，这个资金往来，银行本身是清楚了，已经不需要我不需要我提交了嘛？所以它是两层账户，就这个已经已经形成了。这两层账户的话呢？ 呃，为什么在中国推得很快？我我们大体上可以讲呢，这个数字支付在中国已经落地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啊。那么，在整个的这个发达的西方的经济体系当中，这个事情还处于基本上零起步的一个阶段。这个事呢，有很多原因了啊。呃，其中一个呢是个人的问题，就是说这个账户本身开的全是个人账户。 那个人账户呢？它是不需要记账的，啊，不需要很严格的反映。那么我中国呢，大陆它的这个个人账户呢起步很晚，个人银行账户起步很晚。我们都有这个经验嘛，就是以往的时候发工资都是信封装的嘛，到财务那儿一单一单领现金的，啊，是是这样的。到后来才办成银行卡。 银行卡是个储蓄啊，还不叫银行卡了，是个存折嘛，工资的工资折子嘛。当然，很快从工资折子变成那个工资卡，工资折变成工资卡也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吧。我还没有拿过工资。那我一下快给自己给自己发工资，对吧？对，啊，对啊。 所以，这个员工的这个角度上看就，就就很清楚了。后来财务发工资就变成了这个网网上发工资了嘛，发到卡里以前都是现金呢，以前派发现金还有麻烦呢，就在中间有一小段时间是派发到存折嘛，是打到存折里。存折里这个员工还是要到这个有那个到银行里去取钱嘛。是是是。个人的这个银行卡的普及呢，应该是全国看来北京、上海这地方会快一点。 那全国应该看来大体上是零三年以后的事情，零三零五年的时候，它有一个所谓的发卡狂潮，这样这样一个一个过程。当然后来的理解，这个发卡都变成信用卡发卡狂潮了。其实之前的一般的普通的这个呃贷记卡、借记卡这些也也是这样一个一个情况啊，过了。那他就要求一系列的这个银行的这个方面要跟上，你的 ATM 机要有啊，ATM 机没有的话，我还是要走银行柜台啊。 你给我这个卡有什么用啊？跟存折是一样的。那中国呢？从发卡要从个人的视角来看呢，发卡作为一个电子银行的一个这个这个历程的话，走到今天，电子银行呢也走了也是十几年了。我是从个人的角度上来看啊，消费者的角度来看，也就是不到二十年的历程了。全国的这样一个范围，现在很多地方其实还没有普普及到。 ATM 机还要走很很远的路才会有一台 ATM 机嘛啊！但是同时呢，我们的一线城市、大城市，ATM 机的这个这个使用效率才开始下降。这个现在当然了，<laughs> 用到手机里面去，它那根本就没用处。是啊，那我们可以谈点有趣的事儿啊，就是出零找零的问题那就是我们观察这个货币这个流通的这个形态啊，是很有趣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出零的单位是。 超市是要出零的，那今天的超市呢，有时候也困难呀。困难为什么呢？因为你最后打折也好，标价也好，最后算下来就是有几分钱啊。你出不出啊？你商家你得给人呀、啊，你不给你就得有个解释啊。他有一堆问题啊。你的票单打给我的是两毛八，你为什么你就欠我钱，对吧？你收我多收呢，其实是不对的嘛。呃，少收了他的账又合不上，啊。 所以呢，像超市呢也没办法，他就说呢，反正要是现金，我实在出不了零的，呢，我就少收一点，算了，几积分就算了。他自己有个管理的一个办法，他怎么对账，他他自己去做了，哈。那个那个其他的你要刷卡呢，和其他的支付就没有这个问题。就是说，货币形态总是在变的，也要要退出的。呃，那电子支付也好，数字币也好，那数字币就更彻底了，就一下子把这些就给打掉了。 把这些零钞的问题基本上就打掉了。它打掉了以后呢，它还有一些好处呢，就是那金普遍的这个现钞金库是不需要了。我们入住五星酒店，呃，都有这个经历嘛。那好多酒店基本上是不收现金押金的，五星的也不收现金押金的，那很麻烦。其实呢，那严格说法币嘛，你必须收嘛。 啊，它实际商业运行当中就会有这个问题。诶道理就后面的道理其实不复杂，就是金库的问题。如果他收，对不起，我酒店方就得安排金库，安排金库就得钱。你之前收账的人和之后接班的人之间就得进行交接，这个过程就很烦了。啊，所以他就说你一系列好，你都是刷卡也好，其他的支付也好，就把这个打掉，数字支付就一下子就把这个打掉了。 那么，数支付跟电子支付还有一个不同呢，就是说电子支付呢，大多数情况下是面付，要当面付，啊，它要接触式的也好，非接触式也好，它不能够远距，啊，数字支付呢，这个是天然做远距的，它这个是就是数字账户就有这个特点，就是在数整个数字账户体系之内，它不会去切分了，数字账户呢。 没有分号之说，没有各个堂口、各个分舵，大家都在一个系统。我不管你是西藏的、海南的、黑龙江的，啊，大家都在一个系统当中，那也没必要去区分。能不能就说在一个大账本当中？他就是在一个大账本的，对，他是大账本。那你今天来看呢？你像工行呢，都做得很好了，应该说在这方面，但是它还是要，还是要做，它不可能不分的，还是要分的。 是吧？从我工行的哈尔滨汇到这个工行的这个三亚，它还是要分的，还是有好几个节点过来的，啊，它也叫一个大系统，啊，嗯、没，但但它等于是有一个分账本了啊,啊，对啊，就是个分账本、啊，了。对啊，你用数字支付，这个是没差异的了，对，它没必要，就是说你开户的时候，我就说，<对>哎，你是哈尔滨的，<对>你是东北的还是西南的，南方人、北方人，他<对>不用做这个区分嘛，他都在里头，这这没差别嘛不，不，那么现在也就是说这个。<laughs> 现在中国大陆这个正在试点的，嗯啊，它就是一个数字账本，是的，是不就是就怎么样的是的，对吧？是的，某种程度它可以说它和已有的啊，嗯、这个那有现金啊，有这个有这个分账本呐、啊，啊、嗯有，有各个银行有各个银行的账本呐，嗯，这个。嗯 流程啊，这些啊，就是就它也是一个、啊、一个新起的一个<对>一个账本。对，也就说了，他就类似那个 RTGS，就全额实时的支付系统。嗯、那么以前那个那个是银行家俱乐部，是中央银行带着商业银行里头搞的一个全额实时，那就是说都找不着。那就是说现在等于是这个试点出来，嗯、也就是说有两套账本。 呃，一套现在的人民币嘛，啊，两这这是一套账本嘛，两套记账系统，对对对，两套记账系统，一个是新出来的这么一个，对，数字系统，哎，和既有的银行系统，他们两个差别可能在时空上差别是很大的，很大很大，对不对？很大，一个是即时的，对，对吧？可以说它是扁平化了，对，是吧？对，一个是可以说它不是即时的，要经过很多环节的，对。 每一个环节还有一个账本，对对吧？互相之间要去对账，对对吧？对啊，所以它在这个效率性上会有很大的差异了。那个人呢，当然我们会感觉到方便，但它还是一个央行所发出来的这么一个账本，对。 投资，反抗。